瀬戸なんかあのつけられる。これは GoPro。GoPro。GoPro。这是高配 GoPro 吗 ？GoPro 蓝色的。啊，不是 Q5，Q 啊，以前三星的。要，你把三星的话就呢？就你，就。結構あれ半年前出たかな半年前実際私も新しいのゴフロ買ったねああそうこれ便利結構古いの持ってるけど6か8かああそうですかあれでもなんかなんていうスムーズのあれのまだねそうですか何なんか頭中にホテルのものあーあーありますあ、持ってる持ってる。あれ、いいんじゃない、ね、そう、あとなんかあれやってたもんできると思ってからから持ってきた。え、他这个很专业呀。あ、戴在头上的那个。あ、ちょっと。おー。惜しいな。いいじゃん。いいじゃん。え、那个小刘以后工作的时候。哦，拍抖音这些，啊、我操！对呀、啊，哦，是吗？这么方便的很啊！哦，まだ見えないね、まだあるね、ね、まだある。おっと。あ、それ便利ね。それ便利、それ一番便利だ、それと思う。これは手が楽、何をしてなくて、でもちゃんと取れ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あ、なんかこれ見ると自分でなんかどこの辺取ってるか分か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れセットは。大概要素。嗯，这样的。啊，都。这个多少钱？啊，这个啊，这应该是20000块钱左右是吧？快一克拉。这那个set买的，这个应该7000块钱。哈哈哈！这差的太多了。是我小瞧了啊，是我小瞧。GoPro，你不要小瞧啊，GoPro。没有，以前我记得有一代好像挺便宜的，就1000来块钱。別のプラスバテリーもあるし。そうそう、それでもう随分ね、你要是买全套，没那个几十万你买不了啊。那种防水的那种外接电池。那防水的那种肯定不一样，那是。就是一个壳，那壳倒是便宜，防水壳、外壳而已。它这个一整的发热，昨天那开过远的发热了，后面这个电池都换了好几次。哎，这不是那天我们走过的地方。大家，不是啊，我们走过那儿，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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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吗？我们那儿的，怎样像？这边好多都是这样的，日本河边都大概这样的。对，日本的路，七像八不像的。那天咱是在地下的一个那个，抖音我们还是要拍下去的。哇，这个可以，这拍一张，拍一张。录一段，大陆叫这个人。这一段原像素发群里啊。鸡腿的，对，那个不是鸡腿的，那是个
一下子带你出来。他现在说话逻辑挺比以前清晰很多的。下次我带你坐好不好？小伊他，行吗？哎，看他眼神就不想看你。游戏代理也可以。游戏代理也可以坐那个电车。是啊。对啊，现在有个江苏的啊，以后也会经常见的。江苏，大江苏。大江苏。台风一刮，我操，不直接跑。